对我来说，或是对 SMG 来说，酷已经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了。其实只要有空，我们都会来一起坐坐、聊天、合作、联名。那这次呢，又再次跟酷合作了这样的一个很深度联名的几个产品，这样子一个 package。那我身上穿的这个球衣、跟渔夫帽，还有另外一个 pouch， 都是这次希望可以推出的一个新系列的一个特别的配套。第一次除了单品之外，我们是一起推出三个，然后是一个 package 的概念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跟酷永远都在一直讨论怎么创新，怎么去擦出更多新的潮流火花这样子。那我希望每次的联名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元素，那这次就是特别挑了说带动一种比较流行的球衣的风格，比较宽松比较长版的球衣，然后包括我现在戴着的这个渔夫帽，这个也不算背包，这就是一个 pouch， 不要斜背或者是用手勾着也可以，我觉得希望可以有一种新鲜感，而且也搭配了这次这个万圣节的一个气氛，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比较新的颜色，就是有点南瓜色的感觉，对啊，所以希望可以融入大家的生活。潮流 style 文化都是因为有大家的凝聚力造成的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就是不断的给自己很多的力量去创新，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很重要的一个课题。那我自己在生活中也常常不管在音乐创作或者是潮流这块，都不断的去勇敢的创新，所以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像是新的一个人一样。